Yummy！ 居家日记。雨伞好了吗？我不怕，我要坚强，我要勇敢。Wulin！ 你干嘛？医生帮你打针，我帮你打气啊，我们一起打疫苗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疼吗？一点都不疼，下一个轮到你了。炸！哇哦！当小七对奶龙讲大道理时，你的脖子真可爱，上面顶个猪脑袋。我没有脖子，我没有腰，我就是个球球。你不是个球球，你顶多是个煤气。好热呀！奶龙，试一下我新发明的风扇。好呀，好呀。怎么不转呀？嘿嘿嘿，只要有风就会转，没风它不转，非常方便。好神奇呀！哇！咦？还是换我吧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呢？看不着。这个呢？看不见。这个呢？看不清。哈，瞎了，肯定是玩手机玩的。我玩你个头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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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奶龙，起床了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哦。